彻底圆满，终于能动用宝术了。三阿公，谢谢您多日的照顾，告辞了，那些是我的报答。你果然是洛南的非凡之人，愿你得偿所愿吧。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大红、二秃子、三黑，按排行你该叫四白。不喜欢那换一个牌法，小红、毛球、银子，怎么样？反对无效。是封印大阵，会抓那女子，他们封锁了整片怀城区域，好大的手笔。醒醒啊，该你发挥了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咱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去不老山所在的五行洲，和父母家人相见。秦族果然超凡，竟能培养出拥有两块仙骨的绝代少年，同境对战，所向披靡啊！我听闻，并非全是天赋啊。传说，其中一块仙骨来自他的哥哥，此事莫要出去传扬。据说因谈论此事，有人丢了性命。拿着你的至尊骨耀武扬威，也该露一手了，让他们知道，就算没有至尊骨，你依旧可以同代称尊。那秦昊得如此栽培，他得怎么还要大闹不老山啊？此事无从得知，只听说是因什么人被关入了恶魔岛黑牢，惹得狮子灵大怒。不过听说为顾及秦昊的面子，不老山并未对他如何。惹得父亲如此大怒，被关入恶魔岛之人定是爷爷。不去找你父母了吗？父母弟弟毕竟有不老山庇护，爷爷更需人相助，咱们先去恶魔岛。爷爷，阿蛮，你们一定要保重，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。相传在无数岁月之前，这恶魔岛原属一位成就了无上果位的魔尊，其人曾横扫各角，无人能敌。晚年已成无敌的魔尊欲寻真正的超脱，于是再求突破，结果一场大战，最终魔尊斩禁忌收入，禁锢仙道法则，自身却终究陨落。血肉与此岛相合，再加上仙道雷霆之力的祭炼，让此岛虽成绝体，却也生成了诸多稀世宝料。从此这恶魔岛一半为监牢，一半为绝地，可却又蕴含着大机缘，甚至传说那禁忌生灵的遗骸也依旧藏于岛上。故虽然每年都有无数人死于非命，可登岛探险者依旧络绎不绝。船怎么停了？天气异常，为了大家安全，要等七日后的上午四时才能开船。这么危险的地方，要停七天？
我们都还有急事呢。都有事啊，都有事了。有急事？那大家都补交些船资，我冒点风险，马上开船。你这不是二次收费吗？就是啊，不愿交钱就乖乖等着，七天后照样拉你们上岛。不过是800里的迷雾，何必非要坐他这船？自己飞上去算了。哼，不坐也罢。交钱还是等着，你们快快决定。交钱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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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交钱。看此人刚刚所为，应对此地很是熟悉，看看有没有爷爷的线索。青木石海。今日何人胆敢偷袭秦族守卫？终于到了，原来就是这儿，是恶魔岛。是的，好像就是这儿。终于来了。我感到这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不愧是试炼之地，强者之路从此开始。若去绝地的赶紧滚蛋，打算去黑牢的可跟我们走。还可去黑牢？你不知道，黑牢对外开放，只是入内探索的话，若有收获去上缴七成。能有什么收获？前一段有人挖出过染着至尊血的断骨。走吧，走，我们去黑牢。打开一点。还在发愁如何进入黑牢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地下的神料之中好多都饱含神道雷霆之力，我感觉要是到了教主级别，怕是会直接引发天哭血泪。怎么突然发怒了？是想到了祖父。你看这些矿石如此坚硬，可祖父却要带着限制修为的镣铐开采。我一定要找出如此害他的罪魁。此人就是秦重生。就是他，我亲眼所见，当时是那独臂强者挖到了好东西。别偷懒。做什么？
结下深仇，还妄想我交出此物，让你去换自己的机缘。不知那毒鄙人发现了什么，只吃下去之后，他忽然浑身发光。就这样，那独臂人单枪匹马杀翻了十数名御将，逃了出去。知道那独臂强者所说的深仇是何意吗？那独臂强者身边可有一位少女追随？依前约，我助你凑此镣铐。你我两不相欠了，几日后这黑牢说不定会有一场大乱，那时出逃机会更大。此人有尊者境界，要是打起来动静不小，你要是实在忍不住气，我可以帮你直接揍晕他。我不但要报仇，还要通过此了解祖父的去向，事后还需能从容离去。太难了吧，怎么操作？你没发现吗？黑牢的尽头有一处哪怕是点燃神火的芋头都不愿轻易靠近之地，那里必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你我把它放出来，给不老山一个惊喜。这下边好像埋着惊人的东西，连虫瞳都看不穿，而且此处好像有一座梵奥的法阵啊！我看看，符文梵奥恢宏浩大，起码是教主级强者留下的法阵。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。行动吧。有异宝出现，别看了，快干活，不然等他回来又要挨揍。至宝归我，若有法则宝术可一起共参，如何？快封住！玩儿万一不一不对，要有这人出来，整座恶魔岛都要遭劫！我在下面埋藏了一道法力，有人敢挖掘那件宝物，就会激发整座法阵。